果你喜欢养花，那么记住一定要有一套自己的烧炭方法。把烧红的木炭直接放在炉子底下，然后呢把新鲜的稻壳倒进去焖它3个小时，这个稻壳呢就全部变成可以养花的万能肥稻壳炭了。您看刚刚出炉的稻壳炭颜色偷黑黑不溜秋的，最重要记得千万不要烧太久，烧太久呢就没什么营养了。